Hello， 我是 John Project Solution 的 Kit， 我是 Alex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arrell。好多謝有關單位啦，頒呢個獎俾我哋啦，亦都證明我哋公司一路以嚟嘅宗旨亦都冇錯嘅。咁希望嚟緊喺各方面咧都可以有個更加卓越嘅表現啦。其實我哋以客為本啦，咁同埋我哋有專人去跟進每一個工程嘅，咁啊有工程嘅管理員啦，咁啊去跟進每一單嘅個案咁樣咯。團隊首先會爭取更加多相關嘅獎項啦，同埋團隊亦都會繼續考取不同嘅政府相關牌照，繼續去努力。我覺得做每一件事咧都要保持翻嗰個熱情啦，咁遇到困難咧，咁就唔好放棄啦。